大家好，是阿星。现在又出来收网了，感觉今天这水有点浑啊，就是主要是天气降温了，看我现在出来又要添衣了。水浑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话，还有昨天这边又起风了，现在就冬天就是这样了，时不时过个几天就来个冷空气，刮风就是不一样哦。来，哦，大盘枪，还有挺多的剥皮，一刮风就有点好刮。还可以啊，第一晚收获就挺不错的，就只要剥皮还是挺多，那剥皮多的话甚至就之前那九节虾。那现在去下一碗咯，那希望这收获一碗比一碗好啊。第二碗了，还是剥皮，好哇，九节虾。前四包皮，哎呀，几条大乌头，还有这大乌头的，其他的全是包皮哦，不错哦，全是好货。这么多，现在刮风的话，就这些垃圾也多，袋子也多，然后先放一边吧，就带回去。这一碗的话，应该有个十多斤的剥皮，大黑肚，是大黑肚，剥皮多。然后今天就，现在还没看到大货，估计今天没大货了，皮多。条小泥嘛，好了，这一碗也收完了，去下一碗喽。这一碗少少点哦。盐猪蝶，剥皮就是我们这个叫剥蝶，要比这个值钱。天气一转凉，水就有点凉了。然后这边风也是，现在风还是挺大的。然后去收最后一碗了。现在最后一碗了，最后一碗了。哦，今天没大货，那前次剥皮，今天就大柠檬。几个网也收完了，
做大柠檬。收完了，现在回去了。这些先装进去了。杂鱼，有个十多斤的杂鱼。像这杂鱼也是不错，你看有房车，还有一些小鲈鱼啊、乌头啊。大柠檬也有几条哦，然后就那个剥皮，最多就是剥皮哦。要是天天能抓剥皮那就好了，又值钱，然后又容易卖，最抢手的鱼了。黑肚也有个，可能有个两斤多，应该有了。黑肚哦，一点虾。这么多，这么大个头，这样的肉也挺厚的，这种就要比这些要值钱多了。然后那个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